大家好，咱们在上。今天我们做一个 video， 关于到韩国拉面。首先，我们要来介绍这个 YouTuber， 是我的弟弟，他的 YouTube 叫 Nathan Tom。你们去 subscribe 他和 like 他的 video 吧。我是凯翔，他是凯威。你们并不懂我的名叫凯翔，在那个 YouTube。我的 YouTube channel 是开心那几次，去 subscribe 和 like 吧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。Oh my god！ 刚才我弟弟吃到一点点，应该肚子饿。来，开始。我站起来。我要吃。怎么你压着这样？过去。我没有吃到呢。管你。喂，喂，吃屎啊噜！我吃了这么多了，肚子饿吗？那还是这样子吧。够了。我饿吗？你讲不可以喝水啊，是给到我的这些物。我肚子饿。我要吃一点点。那我们吃完了，其实我们是加一点点辣椒吧，这不好辣。看戏，看戏，看到当就哎，看戏。这影片到此结束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去按 subscribe 和 like， 和平处。